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周周。各位，今天是肯定的最后一天，下午我想要去汤泡，能不能去就看等一下的表现。不说废话了，准备走啦。真的是阿泰泽行程之一的第三蓝咖啡，算是好完美一点吧，而且气氛还不错。饮咖啡吃下午茶的时候，才阿爸给的 Apple 杯来钓鱼啊。哇，这里很高哦，山海港、万里同都看得到。在传说中的出水口，你看那边有人在钓鱼，这应该有大雾哦。可以看马桶冲水那个。这里小巴厘岛，哪一颗是小巴厘岛？巴厘岛算颗的，是不是？不是吗？我不可以归巴厘岛，我们等下巴厘岛成长。肤浅的。那里有一米米的小沙滩哦，就这么一撮。今天不会放弃加热水，也不会在家吃水哦。冲浪圣地，这只比基尼哦。你要去看比基尼哦？不是，我是要去钓鱼。天气很热。加热水很热。嗯。要不加冷水，阿妈。Want to go for？ 好恐怖哦，地高震。冲浪者的天堂，嘎的醉。很多外国人在冲浪。哦，我的朋友那大概冲浪的人都是谁啊？每个都认识呢。哎呀，跑走了，跑走了，没用去招啊。Hello。觉得我今天手感不好，我走了。对啊。来，汤泡跟早上一样，860H 软丝杆 ，Stella 2500，然后装1000型的线杯，线暴力源1.5号，300米，刚好符合这个线杯满杯。前导我是接6号，24克微甜，好，直接搞起来。这沙坡呢，叫做港口海滩。这片沙坡把这条溪的溪口封住了，会形成一边是海，一边是淡水，正水的一边无人会遐泛舟啊。海的嘛，就是一挂人会来这从事一挂活动，比如冲浪的啊，还是来这逛街啦，上好就是来这。好啦，搁钓一个，天要暗嘛，管钓啥啦，会当的就好啊。刚刚有东西咚一下啊，我觉得这里怪怪的哦。一样的弹道，我在试一门，差不多这位置，是卡到东西吗？是有东西扯一下。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，终于！拖上来，我哎、欸，看不看而已呢，都已经收到快没线了。哎、欸，这边的娃娃跟我们那边的娃娃长得不太一样呢。过来，点娃娃了。哎呦，今晚露营可以加菜了。这娃娃跟我平常在南部钓的娃娃长得不太一样，你看身上有这种条纹。娃娃有两种，这是另外一种。各位，黄昏哦，黄昏准备大摇哦，希望啊，前面那边有一区都是有泡泡，感觉不太寻常，我都攻那边就好。
整片沙滩包括冲浪的人全部都回去了，糟糕，不换了，就换了，给你刷，快点，晚上加菜喽。哦，来吓吓他。干嘛啊？不要。加菜，沙巴鱼，你觉得它是什么？不知道。蛙啊，你不是吃过？就是蛙。长得不像吗？不太像啊，怎么那么小只？对啊，电蛙见了个更嫌弃啊。是啥？哦，我就听没你台，好不好？我不会。你不觉得这蛙为这不一样的蛙呢？你不觉得它的身体有线条吗？它有练过，它有线条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它的鼻子很尖吗？嗯。怎么那么尖啊？你摸摸看。不要。那我摸摸看。你摸。哎、欸，软软的。它鼻子给你吃。你吃。怎么改？你在干嘛？你笑嘞。你一条龙哎。一条龙服务啊。你要看，那露营够我还好吃，这个好不不是常常有的呢。不可以常常有吗？你以为这个哪有掉、哦？啊靠呗！怎么了？我在刮脸，不小心把它割一道伤痕。哇！没关系啊。掉价了。你在玩它吗？你看，这个 size 两个人价都多好。来，真的。太大了啦！切口，别户外没切口。银钉的共腿啊，来哟、哦，一次成。哦，这个我肩膀要断了。哎、欸，还蛮漂亮的哎。别讲哎，拜托哎。Hello。怎样怎样？我直接这样子。这手要 check call 了是不是？来，各自盖哦，最后一次了哈，看我清澈哈。盖。是不是？哎呀，蛮漂亮的。阿姨，各位看一下。太好玩了，是不是？吃一百块好啊。色盐，放感情啊，那个色。润一润，哇，刚刚好了。准备一二三，进广告！我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请开会，请开会，是不是啊？想要谈西，这西是啥物件？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就是安尼，啊，我的汤嘞？你汤？水啦。秘鲁汤就对了啦，秘鲁汤吗？肯定必备，肯定就是要吃这样的水果盘，香煎蚵仔，阿爸爸的烟熏鸭吧，吃嘞，香煎蚵仔，来，你夹给我，我唔拿煮哦，你吃，我就再给你吃，一条龙啊，一条龙，我先做帮你削好了啦，哇哇，啊，带水了你。嗯，哎呦，卖家特子，还是我啊？皮是脆的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很嫩哎，它的肉是那种很细的。嗯，啊，你我妈仔在拍布根吗？一样是这个吗？如果是打母光钓这个就可以，是不是？可以。嗯，很好吃哎。是啊。各位，我的是我，不愧是兵器排行榜上第一名的鱼种，一个。里面三格，不然就三格了。跟之前我钓的那个哪种比较好吃？我不知道，你刚刚念一堆咒语，我听不懂。之前那比较大只哎、欸。对啊，大只比较好吃。太大。哇、哦，我讲，食这就是配这。丑一，对吧？变成什么？都是泡泡。变白头 K 啊！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。找到家哈，各位 ，Cheers！ 未满十八岁，请勿喝酒，谢谢。那我不能喝哎、欸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能喝？你怎样跟他讲呢？我那边就是海啊，我们家对面家，鬼拢海用的声，听海用的声，食鱼啊，鬼拢是海鱼的俩。你也被到老辈的对啊，好空虚哦。啊，也是啊，也是啊，这样子生。现在是点灯的时间吗？对，是
星星点点，可以看到很多星星，可是拍不到。对，天气很好，满天的星星。哇，最后一天的垦丁的早晨，不是早晨，这中岛啊，船帆死的早餐店啊，哈。靠呀！一定要这样。各位，我今麦伫红港的路边，回程的路上看到这边有夕阳有海，回程可以当看一下夕阳的感觉如何？袂歹。这次约会够浪漫了吧？不好热哦。哦。晒哈。好凉哦。我们会太夸张吗？看夕阳够有电风扇穿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喜欢影片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